耶、来到咱俩讲拍卖员的单元咯，阿杨拄只吼，咱即、這个直播咱先出一寡小块问题哈，啊，毋过即摆已经恢复啊吼，所以讲即摆大家通赶紧来到咱喜雅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赶紧来拍开即个直播，咱进直播有个恢复会当正常运作吼，所以讲大家赶紧拍起来吼，赶紧起来看咱即摆直播等咧报啥会吼，那咱今仔伫咱的最狂拍卖员的即个节目当中，咱非常欢喜吼，邀请到是。咱的全国渔会，咱的全国渔会主任吴佑化吴主任，咱来欢迎一下。呜，来主任你好，大家好。嘿，我是全国渔会，我是吴佑化。嗨，主任算起来吼，其实伊老实讲，应该唔是算第一届，但是讲亲自来到现场是第一届。对，我记讲咱顶回伫即个疫情期间，咱用电话空中连线。空中连线吼，啊来介绍到咱全国渔会一个海鲜礼盒嘛，然后即届主任讲咋来吼，哇，真正是现场满满的海味啦，哦，大家若看到阮头前哦，哇，咧澎只澎湃吼，啊，即今仔日要来介绍吼，大概就是咱即道咱渔业署所杀出来即个全国渔会的即个年节礼盒，听讲即个礼盒卖了介好吼，嘿，讲已经哇卖了已经吼，足侪人下定啦，即间先伫咱。应该是讲咱伫1月8号才开记者会嘛，开记者会伫咧圆山饭店，哦，大家足兴盛，有想要大无？有要大吼，来今日赶紧来买咱的连接礼盒，就有机会会当来住咱圆山饭店哦，吼。那伫只咱大先吼，先讲，全国渔会，大家听到较早，大家听到拢可能听到讲，亲像高雄就有高雄区渔会啊，那台南有南市区渔会，嘉义有嘉义区渔会，啊，全国渔会这是包括专攻吗？这个部分，该咱请主任嘉先甲咱讲一下，讲，咱全国渔会主要吼，咱是甲其他渔渔会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无？哦，谢谢阿聪，大家好，就是我在这边就是代表全国渔会，也要谢谢渔业署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是负责那个鱼市场的一个业务，那我们最主要的鱼市场的业务就是最主要是在调节渔业产销，稳定渔价跟保障渔民的一个收益。那我们现在就是鱼市场，除了就是说我们在供应一些就是一些批发的渔货之外呢，那目前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一些鱼产品的一个网络行销，包括一些实体通路的一个行销。对，所以有伫咧网络，有在网络啊，也有在实体。那实体的部分，那是伫咧三重示范鱼市，那是叫三重示范鱼市。对，三重示范鱼市。啊，像我想讲请教一下，像那叫示范鱼市场，伊是甲其他诶鱼市场无同款，会当做一个楷模的对啊。它也是一个批发市场，对，那它是供应双北的一个批发鱼市场，主要渔货供应。渔货就是有来自我们一些国产的一些鱼啊，像龙虎石斑啊、五仔鱼啊、金鲳啊。这一些石目鱼，对，这些听起来好像年节大家都吃得到。对，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说我们这个渔会他们推出哪个年节礼盒，那真的要认真来听啦。那刚刚主任有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全国渔会他们主要的业务嘛？那其实全国渔会他们其实也很厉害，因为不只是供应这些渔货，他们其实在那个像是国军团膳、校园团膳这些，咱。小朋友伫咧食营养午餐，即部分吼，听讲恁渔会即嘛拢有咧斗相共，还是讲即这么大的工程，恁一个渔会安尼要怎完成？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渔业署啦。其实我们台湾的一个渔会，我总共有40个渔会，那全国的渔会就是一个单位，那其他呢，全国我们还有一个39个区渔会，对，那就是我们就是会。大家就是会一起，就是全国渔会最主要是辅导39个区域会来共同，就是大家共同来提升一些渔业的一些业务，对，包含呢就是最近啊近几年来，我们也是有跟各区域会就是联盟的一个开发办理一些加工鱼产品的网络行销啊，那最主要我们是协助渔民来促销这些渔货，对，所以说其实你们扮演的角色也是。加重要的店，等于是一个统筹的概念。对，爱当伫咧收集各地区渔会的特产，啊，恁甲网络起来，吼，啊，就推出一个综合的超澎湃的年节礼盒啦，吼。
那底下吼，要来甲大家讲一下吼，今仔日咱拢是网络抽奖哦，所以网络人数吼，咱一定要达标，无要送啊，我若无要送啊，物件我家己要摕回来吃，哎呀，要问吼，啊，赶紧起来吼。那记得哈，我们35人的时候，我们送出第一份；那55人的时候会送出第二份。那往上加哈，看恁的诚意搞对哈。如果人来看哈，随时会做加嘛。那既然今仔日 call in 无被接，那有可能就从这个 call in 的名额上面来咱网络抽奖啊。所以讲，大家爱赶紧上网起来哈，赶紧趁钱嘛哈，赶紧上网起来再看哈。咱这准备要来介绍重点啊，这个重点真重要哈。你若是无听到哈，你可能会错过哦，错过好吃的海产料理哦。咱首先来看的是咱这个啦，玄海玉钻哦，这字写了较艺术字吼，彩点唔知道要安怎念。玄海玉钻，吼、哦，这个，这只澎湃了，这个咱看到，哇 ，A B C D E， 吼、哦，啊，而且看到这张图，哇，这么澎湃，吼、哦，我想讲要请朱林干，这是咱全国渔会这道所推出的这个水产礼盒嘛，吼、哦，啊，这内底，看起来这么 A B C D， 啊，琳琅满目，吼、哦，啊，我要买，我唔知道要安怎买咧，啊，该咱先快甲咱讲，咱若是针对啥货，咱会当安怎来买咧？就是今年呢、啊、就是本会有推出6款的一个年节海鲜礼盒，就是比较有从1000块到3600都有。那我们会就是比较属于一些像一些白鲳鱼、金鲳鱼啊、龙虎石斑啊，还有五仔全鱼，就是比较应景的这些鱼货都有。那都可以欢迎大家选购。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A 礼盒 ，A 礼盒里面呢有。哦，有大白鲳啊，那也有龙虎石斑，那就是软丝、干科虎虾、生干贝、鲍鱼，还有就是龙胆石斑切片、蒲烧鳗。嗯，那 B 礼盒呢？那刚刚 A 礼盒这个是售价是3600。嗯嗯，对。这安内合啦。对。哎、免运费。免运费呢？还有，你要看过去，咱来买你一只白鲳啊，哇，迄个安内叫价吼，拢好几千块。对，系啊，所以讲，安尼买转其实会好咧，伊咧佫有些龙虎斑、白鲳吼，啊，佫里里扣扣安尼一大堆呢，真正是足澎湃吼。咱佫再看一个这个 B 礼盒，就是 B 礼盒，就是也是有白鲳、龙虎石斑、软丝，那有大白虾、生干贝，那还有鳕鱼跟那个鞍钢切片。哇，那这个是2880。对，那 C 礼盒是2280，那里面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应景的，像。白鲳鱼啊，那软丝，那很特别的，我们有那个五仔的全鱼，很大只的。五仔鱼的全鱼。对，大概是三去以后有400到500克。哇，这样算足大买呢。对，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就是 D 礼盒 ，D 礼盒是特价是1688，那这种哈现在销售量是最好的。它原价是2038。嗯，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一次的年节就是这一组是1688，而且是免运费。免运费，对。都加你3000块嘛是免运费。这一组就是有金鲳鱼呀、啊，好500到600克，那还有龙虎石斑，那还有鬼头刀菲力，还有金目鲈鱼青肉、九孔鲍、白虾，还有加送澎湖的花枝丸。哇，这一组是非常的超值，这超级超值的。对，而且里底物件看起来拢足好食的呢。而且如果讲，你若是讲无真正做要求，讲一定爱食白鲳的话，咱黄金鲳其实嘛是伫咧过年嘛算是真好诶，就是你正开嘛是伫咧吉祥的鱼啊啦，吼啊，所以讲大家当伫食这个D 礼盒吼，这算开哇，小个大碗，而且它里面还有鬼头刀的菲力，鬼头刀超好吃的，好吃，我超爱超爱吃的，而且它重点是那个加送的。真的是很好哎、欸，澎湖的花枝，没有哎，回鸡丸，没有回鸡丸，甲大家讲哦、喔，迄个外口咧卖回鸡丸无同款，对，外口你可能食到拢是粉较侪，对，没有，迄是真正食到回鸡肉，对，所以若讲澎湖回鸡丸吼、喔，你食就是真正较无同款，所以讲上这真正足会好诶、欸，迄真是真材实料吼、喔。那拄只这是 A B C D， 这种五鲳鱼的部分，对，鲳鱼。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一礼盒也是很丰富啊、就是有。龙虎石斑跟五仔鱼这两个都是全鱼，对，那还有就是金目鲈鱼青肉、台湾鲷鱼片，还有鱼肚，鱼肚是240克以上的哦、喔，它也是很厚的，哇，那我们再加送石目鲫鱼丸一包，哦，
对，这一组只有1000块，只有1000块，啊，对，这个刚运费。哦，我们是满2000块也免运费，满2000块，啊，所以这个是按运费的对。对哦，所以说你如果是要1688这不用运费，对，所以说这组开的不过你如果是看你喜欢吃什么啦，哦，看你预算多少，哦，啊，就让看你怎么来叫，啊，不过另外这个2000块刚刚好，对，2000块我们就是今年还有推一个菩萨曼的礼盒啊，嗯，那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礼盒，就是也很精致，嗯，对，菩萨曼礼盒，对，嘿，这个就是很就是实用上比较送礼啊，也很好看。嗯嗯。那如果平常在家里料理，嗯，也很方便。哦，这个是咱是不是给它吹好烧就好了？对对。哦，加热，然后就是拿出来，就是很好吃的蒲烧鳗鱼饭。哇，真正真方便，过年真澎湃，真好食，就是拢伫咧食啦吼，嗯。而且你来看，咱头前则是 A B C D E 吼，咱有这6种礼盒。啊，不过咱个掀过来吼，你看看这后边遮啦，哦。后边只吼，哎，伊同款咯，伫咧下骹只。咱若是讲吼，咱若过年吼，到要到，而且即马是一种鱼啊吼，拢会来到咱台湾附近，叫做乌鱼吼。那乌鱼大家想到都会想到即个乌鱼子，嘿，对，即个乌鱼子，乌鱼子礼盒，嘿，这若是咱过年的送礼首选。咱若收到一笔乌鱼子，咱讲哇，这真正是真珍贵的即个乌鱼子礼盒，咱伫只嘛有买得着。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渔业署也会辅导我们各区会开发一些精致水产品，所以我们乌鱼子礼盒除了就是它是整片的乌鱼子礼盒，那还有一口乌的礼盒，一口乌，一口乌的礼盒就是拆开就直接可以吃的，拆开直接可以吃，对，哦，这真方便呢，这不是过去在乌鱼子规皮，我可以等于我要安怎处理，我搁感觉中，嗯，这是要安怎处理开，甲外口人迄种迄。大厨所用出来同款好食吼，啊，唔知要怎用，啊，唔过即卖一口乌鱼子，咱就是可以等于啊是先退冰，退冰了，开开就当食，打开就可以吃了，哦，打开就可以吃了，真方便呢，嘿，所以讲伫咧过年时，你会当来做一个加菜的动作吼，啊是讲平常时嘴馋吼，想要食乌鱼子吼，但是啊乌鱼子啊若要规皮，我搁惊讲我一人食袂了吼，啊这一片开开一人食嘟嘟好。刚刚好啦，嗯，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厉害很厉害，那其实这一组也是在我们现场有看到啦，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哦，这个是胶原蛋白的吸冻饮，那听说这一组也是很厉害，其实我们是有得奖的哦，欸，得了什么奖？哇，是我们就去年啦，去年2023年他有得奖，就是我们的海燕精品，哇，真的不简单呢。那主任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吸冻饮到底特别在哪？为什么以强调供以及胶原蛋白？哦，它是用那个就是鱼鳞做的一个胶原蛋白。嗯嗯嗯，对。哦，鱼鳞做的胶原蛋白。我顶礼拜有访问一个来宾，伊讲吼，胶原蛋白爱加维他命 C， 才有法度吸收，嘿，才帮助吸收啦，嘿。所以讲，咱这胶原蛋白，我先要，这应该是柠檬口味。对，嗨，有讲胶原蛋白爱加维他命 C 才会使，所以讲是柠檬口味的。对，嗯，那我们除了柠檬口味，我们现在目前还有白香果口味。嗯，哇，白香果，都是我们都是用在地的一个，就是国产的。哇，真的。对，柠檬跟白香果。我想说，上次其实这应该是顶礼拜咱的迄个于青都跟咱讲过啊，吼讲。即马其实胶原蛋白诶，即个吸冻饮啊，吼，伊讲，过去大家可能对即个鱼鳞吼、鱼鳞吼，拢会感觉讲，听到名称就讲，这做臭车，做臭车诶，吼。那其实现在不会，这是特别处理过了，嘿，特别处理过。哦，你啉未吼，你袂感觉伊做臭车，而且愈啉愈刷嘴，吼，愈啉愈刷嘴。那这个是胶原蛋白吸冻，也是获得海燕精品的哦。那原来一克啊，一盒送礼也是很美观呢。对啊，这啊一克偌济？580。无啦，我是讲内底有几罐。哦，八入。八罐就对了。对。啊，咱的主任足够专业，直接给伊介绍讲出来，好，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这580啊，今仔日就不卖关子了，就是这一整盒要送给我们的观众哦。
主任都直接把他的价格讲出来。我本来想说，哎、欸，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有机会上网去看他的价格啦。其实我们真的是大手笔哈，今天真的是，哎、欸，全国渔会工来到现场哈，买得要上卡大嘞哈，啊这一盒哈价格也不菲，哎、欸，这也无俗啦。啊，不过真正是对咱的人体有帮助嘛，就是帮助你吸收胶原蛋白。那伊内底有种种有背管，好背管这个。胶原蛋白吸动，这是用咱的丝木鱼的鱼鳞落去的嘛，吼，落去做的吼，啊，所以讲，哎、欸，大家也、啊、是来，也、啊、想要买吼，今仔日会记你将你的亲朋好友拢接来，咱等一下会来公布着咱的通关密语哦，所以讲吼，唔通错过咱的节目吼，你若错过吼通关密语无记得，啊，你今仔日错过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吸动，啊，不过今仔日咱要送的吼是这个。柠檬口味都是柠檬口味哦、喔、啊，唔过朱林独角公，然后佮有百香果嘛，哎、欸，百香果口味，那是想买百香果口味吼、喔，哎、欸，会当上网，赶快上网去购订购啦，就有机会来喝到百香果口味哦、喔、哈。讲你若是介意百香果吼，哎、欸，当上网吼、喔，啊，唔过唔管倒一种吼、喔，伊两种拢是介好啉介好食啦吼、喔，哎、欸，帮助吸收胶原蛋白，拢介想好啊，所以应该拢是甲维他命 C 有关系哦、喔，那。另外，還有一个嘛是，我讲这嘛是咱全国渔会盖厉害一个产品嘞，就是咱这个全鱼脆。对，这是金礼盒。嘿，这是会当下底常温。可以，它是常温保存。嘿，免有诶有诶迄、那个有诶这个鱼金礼盒拢爱下底冷冻保存，伊免哦，伊是常温哦，所以讲你若要上类啊，讲诶、欸、有一些可能就是住院的，或是一些就是长辈需要做保养的，吼、啊用这来啉。啊、有一个问题呢，通常这鱼仔在做吼，大家拢会讲，哎、欸，敢会啉袂足臭臊的袂？哦，不会啦，不会。所以朱琳有啉过。对，有，对。都靠这个做保养。对。哦，啊，所以讲，其实平常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保养、啊。嗯、欸，就是可以来喝喝看这个全鱼脆的低鱼精礼盒。哦，那这是用丝木鱼下去做，也是用丝木鱼。你看我们国产的丝木鱼真的是。很赞，对、欸，可以做成这么多元的产品真的是全鱼利用，很适合送礼、嗯，因为它是常温保存。哦，对，真的就是不管你要送这个胶原蛋白吸动饮、嗯，还是送我们这个全鱼脆的低鱼精礼盒，都非常适合，拢非常适合的对啊哈。那个再来哈，咱个一个最后啦，咱想讲都拢介绍一个，无咱嘛来介绍一个哈，就是我们最后这个澎湖野生明虾礼盒，哎。欸这嘛是伫咱内底拢有咧卖的对，对，哇，是澎湖，对，嗯、就是捕捞的，嗯，这是野生明虾哦、喔嗯，所以讲这是澎湖的野生海产。讲到澎湖，那澎湖海产哦、喔，拢是大家拢好食是同人知啦，吼、喔，啊，唔过哎，有刚有机会食到吼、喔，这嘛是一个问题。有但你要食的时阵，佫无机会来食咧，嘿、嗯，所以讲这个就是咱这道咱全国渔会所杀出来这个玄海玉钻，诶，这个精致水产品礼盒。那那是要买只吼，除了咱全国渔会官网吼，也是讲来到咱的马渔区鲜鱼购吼，店面拢会使买到，拢有机会来买到。那今麦刷落来这个重头戏吼，哎、欸，这足重要，足重要。你主任，我问你一下，过去咱食砂锅鱼头，拢用啥货来做呀？你敢知呀？砂锅鱼头，嘿，迄条鱼头，嘿。伫我过去咧访问无，因为讲吼，因为拢伫咧砂锅鱼头，大部分拢用这个大头鳞、大头鳞类做。啊，唔过咱这道的这个砂锅鱼头，听讲无同款呢。伊这是哇，那这是我们就是推出的砂锅鱼头，顶级的龙虎石斑的砂锅鱼头。无唔对，你无听唔对，伊用龙虎石斑在做，然后大家可能讲、嗯，啊你骗我，你可能龙虎石斑的鱼肉尔，吼、嗯，无、哦、咱就甲拍开好，大家看吼，咱即摆在开箱啦吼，而、哦、且、欸、是真正冷冻的，哎、欸，开箱给大家看吼、哦。对，那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龙虎石斑的鱼头，嗯，那还有一些高汤。对。对。嗯。啊、所以想说这个是真的很适合年节。对，真的是很适合过年为炉。那我们这个就是销售量也很好，目前呢、啊，我们就是。这次年节、啊、我们有配合一些通路啊，嗯、目前已经销售五千盒，五千盒销售完了，对，现在已经售完了。如果说有喜欢的话，就是可能要再等那个预购啊、哦，等预购了，对，哦，但是这边主任是不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要预购也要趁早，对不对？对，因为怕说你预购越晚，你可能收到的时间就会更晚，有可能会拖到过年后啦、啊、如果大家希望说。
过年围炉哈，哎、嗯，当、啊、来吃到咱这个砂锅鱼头，特别的哦，这是龙虎石斑哦，龙虎石斑哈，哎、欸，瑞泽这个砂锅鱼头哈，大家若想要来吃哈，哎、欸，去尽早去预购哈，因为销售就会，主人公都讲五千套，因首次先发五千份，已经拢销售一空啊。对，咱这是为当时公布的啊。我们可能这是从一月，我们是从一月一号开始。一月一号公布，哇哇，真的很快。就是在一些通路啊，像家乐福啊、全家、都有。今天才十一号哎。十一号主任来说已经销售一空了、欸，对对，所以如果现在目前里面是我们目前里面是缺货的哦，目前这个是缺货，就是工厂那边会配合，就是、会赶快加紧来制作，哎，赶快加紧制作哈啊，所以说那有想要买吼，哎、欸，记得吼，哎、欸，先赶快上网去预购，嘿、欸，是可以预购啦吼啊，想要吃这哎、個、龙、欸、虎石斑所做的这个砂锅鱼头哈，而且它料真的很丰富哎、欸，看起来这边。图片看起来哇，真的是金澎湃啦齁、嗯、那接下来一样啊、哦，这好重，嗯、可见它分量真的很重哎。我刚刚拿在手上、嗯、哇，真的是分量十足啦齁。虽然它现在冷冻起来齁，大家感觉齁，刚刚说就细包的感觉，啊，不过它的分量十足哦，实在是真重齁。哎、嗯欸，哦，有人在讲。过去用大头鲢做这个，也在草鱼啦，用来做砂锅鱼头。我讲这道用龙虎石斑来做，哇，更高级的嘞，哇，更高级的。那如果说想要吃高级一点，就要赶快去买、嗯。那接下来这个啊，这个吼，听说买了还可以有机会住到圆山大饭店，嘿，讲买了吼有机会来住伫圆山大饭店吼、嗯、啊，这周到底是啥会、嗯？其实伊就是头前家啦，头前家去做，本来想讲。先来看伊的包装礼盒，呵啊，伊、包装礼盒有够水，有够水耶！就是我们这一组、今年鱼月鼠推出来的，对，一个先享海鲜礼盒，对，先享海鲜礼盒，然后配合龙年，所以它有一个龙的吉祥物在这里哈，金龙礼盒，对，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它上面有写一个、喔、就是圆山大饭店，这是跟圆山大饭店联名推出的，嘿，那就是说，如果你订购这一组礼盒，都有机会来住在圆山大饭店呢。哎、欸，谢老师，那有这个构想，想讲来跟圆山大饭店做一个结合，我大概看到这个，哇，手都扬起来，都先想赶快买、看有没有幸运来抽到、嘿。那我们今年就是配合鱼月鼠，就是来推这个礼盒嘛。那。就是这一组的礼盒，除了这个精美的包装手提袋，我们还要送一个红包。哇、这个红包，哎、这也是上面真的有龙脸金龙，对，真的都好喜气啊。还送一个红包袋哦、所以说在这礼盒里面，它都有红包袋啊。当然，这个红包袋不是抽奖的红包袋啦，抽奖是另外有一个抽奖的规则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礼盒啦。那奖品的部分，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哈。其实它奖品真的蛮丰富，包括圆山大饭店的住宿嘛，然后圆山大饭店，就是吃的部分也有，还有他们的那个密道，就是地下道的那个探险，好像也可以进去哦、喔。就有机会来进去。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鱼月鼠的设计的精美月历哈，这也是他们的奖品之一哦、喔。所以。大家如果今年错过没有拿到鱼月鼠的月历哈，这里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可以拿到哦、喔，因为它有送出30份、那当然大家还是希望可以有机会拿到那个圆山大饭店呐。那我们想说，那不然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组礼盒到底特别在哪里？那我们这一组礼盒就是说，我们是结合各区的一个特色产品，那这像我们都是国产的吗？对，都国产的。那都是我们各区会推出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金鲳鱼啊，它很适合年节的一个金鲳全鱼嘛。那这个是由南线区域会所供应的。南线区，而且它对大家不要看，都已经荧幕上看起来感觉它小小的，其实对它是快跟我的脸一样大。对，它都可以把我的脸挡起来了。对，它真的很大只哎。这是我们的金鲳鱼，南市区域会提供，所以。这个礼盒可以吃到我们全国各地的鱼会的一些精致好礼就对了。
对，那这是金鲳鱼，我们先把它放回去。那第二个是龙虎石斑，嗯，那龙虎石斑是由本会供应的，就是，那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我们南台湾啊，像高雄、屏东啊，像永安啊，嗯，他们所提养殖的一个石斑鱼，嗯嗯，那我们知道石斑鱼它也很适合年节食用啊，全鱼，那这个都已经是处理好的，都已经三清去对，你只要就是拆开，稍微就是解冻一下就可以料理，嗯嗯，哦，清蒸啊，还是说就是看要喜欢怎么吃都可以，嗯，哇，真的很方便。哦，那再来，除了这两尾鱼以外，那还有就是这个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超大的，就是金目鲈鱼，哎，青肉，好，哦，这个有超过半斤哦，就350克。嗯嗯，对，那这个是新达港区域会所供应的。嗯，好，那我们知道像这个，你看这么大，而且它都是无刺的，哦，这个料理或者是年节使用都很方便。那接下来我们好大一片哦。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目前销售量最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贡寮区域会所提供的九孔包。嗯，那我们知道，其实九孔包它料理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两分钟。哎，真的，你看哦，这个是很高档的哦。对，就是对，这个其实是过去像是我们在吃宴会。就宴客才有可能会吃到，或是你特地去海产店才有可能会吃到，现在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很简单的吃到。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是台东的海水白虾，好，这是由新港区会所供应的，用洁净的海水下去养殖的白虾，而且你看一下白虾也是蛮大只的，哦，真的是很大只耶，欸，对，每一只都好肥哦，喔，还有就是我们新港趣会的一个鬼头刀飞鱼，嗯，啊，他们的鬼头刀真的好吃，哦，对，这个很好吃，对，你看，而且包装又很精美，对，黑草起鸡。今天呢，啊，就是我们这一组礼盒，嗯，只要订购的话，我们还有送一个澎湖的花枝丸，澎湖的花枝丸一样，刚刚那个，這個，哦，掉进去了，这个是颗粒的花枝丸，就是你真的是可以吃到。花枝的花枝丸哦，喔，不是只有吃到粉浆的花枝丸哈，就是这里真的吃到花枝的花枝丸，嘿，哇，这一组这么澎湃，而且免运费，嗯，还可以抽奖，还可以有机会住圆山大饭店哦，喔，啊，听说这一组也卖得很好呢，对，听说已经也是销售很多，对对，听说他们哇卖了超好的，我们还会再追加魚，还会再追加鱼货，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哦，喔，有机会可以买到啦哈。所以，但是，欸，我想说这些年货啊，像我们现在已经1月11号了嘛，齁，那是不是说，嗯，听众朋友，如果观众朋友他们要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订购的话，嗯，他们可以保证在过年前可以收到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预购的接单日期是1月21号，嗯，1月21号，嗯，那我们就是配送出货，可能就是到2月5号，到2月5号，所以大家。都有机会在过年前啊，这是比较保证的 啊。如果当然你越晚订购，他们刚刚主任也偷偷告诉我啊，说其实这一组哈，他们可以买到月底啦。啊，但是月底就不保证你在过年前可以收到了，所以保险一点哈，是在1月21号之前订购就有机会哈，就是比较保险，就会在过年前就有机会来收到。那如果晚一点订购的话，就可能会。过年期间没办法，因为物流的关系哈，可能就没办法来收到哦、喔、那这个介绍哇，我们来到90个人了、哇！大家对这个鱼，而且有人说圆山饭店他来了，圆山我来了。那其实要订购这个其实很方便。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就是说各区域会都可以订购，那最主要现在、其实现在网络商城啊、平台其实都很方便。那我们可以到就是。我们渔业署的买鱼去的网站，嗯，都可以还是各区域会的，对，动动手指，轻松就可以订购。好，那时间现在刚刚我们的那个导播一直跟我说，时间快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欸，真的是介绍一下哈，啊，时间就已经来到50几分了。对，我想说今天人数已经来到90人了，要不然主任我们今天加码好了，我们刚刚是说55人，我们送2份嘛，那今天来到90人，那不然我们总共就再加码3份，给他送5份出去好了。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通关密语，要麻烦主任这边来帮我们公布一下。
哎，这个通关密语就是我们的宝岛鲜鱼金龙报喜哦啊，就是这八个字哦，这八个字都写在一起就好啊。怎么参加抽奖？在我目前我们的直播哈，这边帮我们按个赞哈，我们目前直播这里按的，然后我们渔业广播电台脸书帮我们按个赞，那也到我们全国渔会的脸书去按赞，就可以收到最新的讯息。然后 take 三个好朋友加指定留言，宝岛鲜鱼金龙报喜哈，然后公开分享出去哈，就有机会，不是要上这个连结礼盒啦哈，是要上呢。胶原蛋白系统饮哦，是要送这个啊，送这个一整盒，一个人是一盒哦，不是一罐哦，不是这样一罐哦，没有这么小气啦，我们一个人送一盒哈，就是一个人是拿到一盒哦哈，啊不是，如果啊那个年节礼盒哦，啊自己去买哈，要上网去买，这样才可以参加抽奖，送你的就没办法参加抽奖的啦哈，所以今天是送你这个哈，那这个礼盒啊，就是今天虽然会送出五份哈，啊不过呢，假如说有的啦，是说有在看直播啊，没抽到。听讲，咱1月20号还阁有一场活动呢，敢会当请主任甲咱讲一下1月20号是什么活动、啊哦、那我们在节前呢、啊，我们就是也会配合，就是推广一些国产鱼产品啊。嗯、那1月20号，我们有邀请到就是阿芳老师来到我们就是渔会的门市做一些介绍年节礼盒啊，还有就是现场的一个料理介绍、嗯哦、那就是当天呢，如果说到门市购买满688元。还可以抽红包，嗯，对，688，对、嗯，那我们有就是限量30名啊、哦，限量30名，有机会抽到这个，对，那我们的一个门市就是说，除了今年的一个年节礼盒，那我们还有各区域会的伴手礼哦，所以现场那一天抽奖不只有这个，还有各区域会伴手礼，对，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像澎湖的干贝酱啊，澎湖干贝酱，对，那我一定要到现场吗？还是对，要到现场。哦、现场、嗯，那是在我们三重示范鱼市场那边，在全国渔会。哦，所以大家1月20号，一刚多喜拜啦，星期六，星期六哈，大家星期六哈，就有时间哈，就赶快到现场。哎、嗯，是几点嘛？几点？哦，我们早上大概是10点。早上十点呐、啊，1月20号早上10点在三重示范鱼市场哈，哎、这是北部的听众朋友有福啊，你看南部哈、嗯、都有来北部佚佗哈，中南部的如果刚好来台北玩哈，特地赶快去三重鱼市场哈，买现场买688哈，就可以参加抽奖，而且当天会教你怎么料理，是料理你们这些年菜吗？对，哇，这些年菜很，他们说这料理方式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咖喱做出。年菜料理啦，吼，所以讲想要了解讲这鱼啊安怎煮，吼，安怎煮，吼，也是讲安尼讲这个买一寡买来上类，吼，去讲来到咱的三重示范鱼市场遐，哦，来看因的现场活动，吼，得当参加抽奖，而且奖品真的很丰富。虽然讲无抽到圆山大饭店啦，吼，啊，不过咱有一寡农那那些水产品，各地渔会吼提供的伴手礼，吼，这个水产品会当提供给大家哦，吼，啊，你也是要。大圆山大，就请他都要跟我圆山，我来了，请备大圆山大饭店哈，难得会记哩哈，爱买一个跟圆山大饭店因联名的这个年节礼盒哈，买了哈啊就有机会，而且还可以拿到这个好漂亮的红包袋啊，有一个金龙的，哎，这很福气耶哦，就可以拿到这个哦啊就可以还可以参加抽奖，就有机会到圆山饭店住一晚哈。有机会可以进去里面，所以讲想要短吼，爱赶紧哦哦。那最后，咱想讲最后一个剩淡薄啊时间吼，想讲叫何主任来讲讲。咱最后咱只除了咱拄只介绍这么多年节产品，其实伫咱的鲜鱼购甲买鱼趣的网站顶讲，也阁有足侪种产品哦。啊，刚刚请主任先我甲咱讲者，咱来呼吁咱的观众朋友甲听众朋友，会当多多上去来购买我们全国各地的水产品这样。嗯其实就是我们渔业署的一个买鱼趣的网站，就是有各区渔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伴手礼跟一些鱼产品，像我们平常在吃的一些鱼肚啊、蒲烧鳗啊这些都有。那除了就是说，其实你上网订购，那还有就是说有上面都会有一些优惠，对。而且优惠在上面，在上面订购的话，其实都是免运费的。对，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订购。哦，所以这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到我们的鲜鱼购跟买鱼趣这个平台上面，那上面有来自我们
全国各地各区渔会所提供的，不管是伴手礼也好，或是国产水产品也好，那上网去都可以买到相当优惠实在的好价格啦，而且还享有免运费哦，配合活动有些都有免运费的活动，可以让你很轻松的就可以买到国产的新鲜好鱼，希望大家有机会就可以赶快上网动动 手指到鲜鱼购或是买鱼去，这两个平台都可以哦。那如果要买那个我们全国渔会的好礼，也可以到我们全国渔会的官网上面也可以来做这个订购，然后另外最后就是我们要参加抽奖是在四点之前留言都有效，那也千万不要忘记1月20号早上十点嘛，早上十点在我们的三重示范鱼市场，他们全国渔会这边有要办理一个特别的活动，现场会教你怎么料理啦，如果当天现场买满额就有机会抽好礼哦，会让甲专购国库的这个农渔产品通通带回家，哎，记得要参加抽奖后在四点之前赶快留言哦，趁最后时间哦，趁最后几秒赶快留言。那我们今天最狂拍卖员就跟做到这里哦，那欢迎大家的收看，那就是下次我们最狂拍卖员就是在下礼拜3:20同一时间跟大家再见面喽，拜拜。